好，大家好，我是云宝，现在我来展示一下这一支募资破百万，那正在募资当中的 Keychrome K2。先来展示一下它的键盘的声音哦，它是属于轻轴，我敲给大家看。好，这是轻轴。灯效啊，要切换的话很简单，那目前是七彩循环的灯效，你可以看到它的灯效有波浪的形状，那很漂亮。那在右上角可以一键去切换灯效，然后再来是呼吸灯，刚刚是常亮，那现在是呼吸灯，那再来是有暗才亮，这种是属于触发式的，那再来是全部常亮，但是它的灯效跟刚刚的七彩循环又不太一样，一样也是有这种呼吸的闪烁的感觉。这个也很漂亮，我觉得这个也很漂亮。那再来是七彩循环，那也是用这种呼吸的方式。那这是两边的波浪，那这个是上下两排这样循环。那是这个是从中间这样子扩散开来。那个这个是跑马灯，斜向的跑马灯，六列式键盘这样子循环的跑马灯，这是从下往上的跑马灯。那个这个就有点像星星闪烁一样。这个也是波浪形的。这个有点像下雨瀑布式的。好，这是按一下那一行就会触发。很酷。好，这个是往外扩散。都很酷，都很漂亮。好，循环回来了。那一共有这些的灯效可以做变换，最后再敲一下这些轴的声音给大家听听看。这个是轻轴的声音，我个人买机械式键盘一定买轻轴，因为机械式键盘就是要打给别人听啊。好，以上是这个键盘的灯光展示跟它的轴体的介绍，谢谢大家。